然后也是我们售票亭的亭长，就是每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一开始推倒，后来都推不倒的那个售票亭，也就是他在负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就是听到布丁带来萌点的下一版的设计这样子。那 OK， 人看起来差不多陆续回来了，我们就鼓掌欢迎布丁带来核桃，谢谢。挖自己坑给自己跳，而且这个坑很大，这样，这样。OK， 大家都知道萌点的，这边有人没有用过萌点的吗 ？OK， 太好了，好，那所以我就不用介绍萌点是什么，萌点这个东西。那讲个秘诀，首先，目前是萌点除了 Android、iOS 之外，也有 Desktop 版本可以下载，这样，呀，可以直接到萌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那我在这个地方。对，那个下面有巨人，好可怕，大家不要看。对，那距离 Me Project 都非常有趣，就是有趣的事情是说，因为你通常睡醒就是看到一个 project 跑出来，然后因为有人半夜很生气，或者白天很生气，或者无时不刻很生气，然后怒气值爆发，那就发大决，发大决的时候，砰 ，project 就生出来，然后而且接下来就做完，肯定是不离的，所以就一个 project 出来了。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会有设计，你也知道吗？就是我气质爆发，然后它可以发出去，然后死掉一堆成渣。对，那没有设计，没有设计，没有设计，重要是要讲三遍。对，那因为要准备这个 talk， 所以翻了一下 Eugene 这些 talk， 然后发现 Eugene 讲他刚刚说的开萌点要开源，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不要怕丢脸。对，那所以那个萌点最早长这个样子，就是一些很神秘的经文符号在这边啊，在那边啊，没有人看得懂这是什么。就我问二举说那个字是什么字，二举说我查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对，那虽然这样，但是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多很多更多的奇怪的新功能，比方说。我就会问 Eugene 说：“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把那一块东西框起来？”他说：“我找 default style 可以把它框起来，就是我就把它框起来了。那这样就可以跟别人看不一样。”Well， 然后如果你有用过很早版本 Android 上面的那个萌点的 app， 它长这个样子，就是输入框在下面，字在上面，然后每次按一下要输入字的时候，然后输入框就跑上去，然后把字推上去。然后你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就有设计师看不下去，然后就会自己跳进坑里面这样。那所以在2035年，我记得是 OSDC 结束，然后办了一次什么事后的 Hackathon， 然后 Hackathon 我就带我小孩去，小孩就旁边玩乐高，然后顺便画画图，我就在旁边就顺便画画图，然后画图之后就不小心就被丢坑里面，所以就顺便写写扣。所以就画一些图啊，就萌点觉得好像可以长这个样子，然后把一些奇怪的色拿掉，然后那个字长不知道是什么字，还是放在那边的，对，然后但是至少出现了一个下拉选单，然后看起来是个下拉选单，不会是一个旁边有一个什么叉叉之类，我不知道那什么，对，我已经忘记那什么东西了，对，然后当然你会发现说还有一些痕迹线还出现在现在的网站上，这样，那就是说，那如果在手机上面就长这样就好啦。对，然后内容的东西当然长这个样子，就是字典里面的东西，然后总是在设计的时候，二举忽然说，我刚刚又忽然做好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我们忽然有那个国语跟客语，然后还有英文发文，这些可不可以找地方塞？喂哦，好，那就找地方塞进去。对，那又是一样，就是正在进行中，想说那就开始改一改去填了，然后就说，那个我们忽然多了笔画功能，这样，对，那好，那就继续找地方塞，然后，所以这是目前看得到萌点的样子，那你就知道说，事实上，比如说同样一个
字它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读音，所以你就要分得很多块。然后，但是这件事情一开始不知道，对，然后所以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解决了。好，那事实上之前还设计了一些 widget 啊什么的，但是没有用到。好，对，那所以讲秘诀就是设计值要容易，设计要非常容易扩充，因为大家怒气值挤满的时候，忽然越多新功能出来。但蒙点有很多 vacuuming feature， 跟你要知道 URL， 就是要去说，就是至少我们要有个 URL， 然后蒙点很多功能只有 URL， 对，因为找不到地方塞这样。那我觉得在做 GLingB 或者在做任何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如果你希望你是一个跳进去就可以跳得出来，也可以跳进去又可以跳得出来设计师的话，原性是很重要，就是你要选那种容易上手组合，就是你可以下一个受难者来的时候就说那个东西很简单，然后你只要这样这样，你知道你有用过 Bootstrap 吗？然后你有用过 Framework 啊、Hybrid 这样，用过 jQuery 啊，就是你要选那些常用组合，你不要选那种什么 Semantic UI 啊之类，虽然看起来很厉害，然后但是用上去之后，其实他没有在用，那你就跳不出去了。对，这样，那对啊，就是要善待下一个掉进坑里面的人这样。比方说，我在这边嘛，对，然后后来有人不小心掉到坑里面啊，然后还有些人会不小心忽然被抓到，然后跑到坑里面去这样，对。那你看到说就是 LG 事实上有892个 commit， 然后剩下的人都要百位数以下，对，那太可怕了。然后这次扫密的网页出现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一个 session 出现了 N 蒙点的网站和应用界面的全新设计，也会在这次高峰会上首度亮相。我想说全新设计什么鬼？我而且是明明讲是说蒙点的设计是怎么进行的，我希望讲说区里面的设计怎么进行，不是讲说全新设计啊。我记得全新设计啊，那个时候某一天 LG 忽然来我们办公室，然后说：“哎，那个。”你投稿是要做什么？我说那就来把设计改一下好了。对，然后结果要是，然后整个 session 就出现了全新设计。你误会。对，顺便讲个秘诀，蒙点可以帮你写任何字哦。就是这就是一个 custom feature， 就是你只要在蒙点 UI 上面写，比方说。小叮当帮你实现所有的愿望，然后你就有这个东西。OK， 那如果大家用 Mac， 而且大家用旧版的 Keynote 的话，大家都知道新版 Keynote 非常难用。对，那你可以按下去 ，OK 拉到 OK， 然后我就跑到某一个地方。不然我都已经写完了。这个这边有非常多成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对，知道 user， 你永远不知道 user 怎么要用你的 service。哦，对，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它其实可以选字型？就是你可以选，如果你想要写同一篇让别人有，都缺字，所以真的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好，比方说你不想要在电脑里面装私人黑体啊，或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用奇怪的海报体，小叮当都可以帮你实现所有愿望。OK， 那讲蒙点，事实上我连字都换了这样，因为那原本的奇怪的经文真的太看不懂。那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插槽满了这样，对，就是有人要做新功能，然后发现说。那个 menu bar 全部塞满了，然后 footer 也塞满了，左边也塞满，右边也塞满，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功能，然后就会发生一些这种事情，大家有用过蒙点，但是我想大概未必每个人都有看过这个 menu。这个 menu 是这样，你先点下去国语词典，然后你看到说，哎，有国语词典、闽南语、客家语。两岸词典，剩下还有好多词典，不，剩下这些不是词典，这些是社区。然后你。或是 over 到分类索引，然后你就有成语、歇后语、谚语、外来语、专语词科，然后你又 over 到专语、专科语词，然后就出现天文、星象、物理、
地方行政巴拉巴拉巴拉，就现在，然后当你 hover 地方行政的时候，还有岛民、半岛民、群岛民、方位民、臣民，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出现的。对，事实上我今年才发现有这个东西。对，就知道这个这 open source 发掘真是博大精深。对，所以它其实是搜寻功能，它不是词典。为什么放在词典里面呢？顺便讲一下，说那个原本在那个历代书体出现之前呢，这边有个行星，行星的目的是说加入书签，然后但是这上面这边是个书签，然后旁边是个行星，在行星之后会把行星加到书签里面，之前也是非常神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很奇妙的地方是，这边有个偏好设定，当你按这个东西会出现偏好设定，然后偏好设定里面会出现说，哎，罗马拼音的显示方式跟条目音标的显示方式。但是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你可以设定罗马拼音的显示方式加上只要注音？那你是罗马拼音显示方式干嘛这样？对，就是一些很奇妙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历代书体功能，这个功能非常酷，非常有趣。然后我看看，哎，这个东西是按钮，我的妈呀！对 ，anyway， 就是让你知道，身为底层人就看那些，想必是没有地方用，就是插槽溢满，你知道，所以你就会外接 USB 里面再接 USB hub 伸出去。对，这是个 USB hub 概念，因为你要先按那个按下书写的按钮，然后再写出猫咪的时候，旁边再出现历代书体，再在链接的书体，这边历代书体再出现，功能非常良好。对，然后还有些是 wish list， 就是然后我自己许愿，或者是像就是蒙点的桌上型版本的作者阿土伯，今天有在吗？不在了。呀，阿土伯说，就是他自己的小朋友是目前上小二，然后遇到一个问题是说，阿土伯是他之前做蒙点的桌上型版本，然后发现说，没办法，自己小二小朋友没有办法用，因为没错，这里有注音，里面东西全部都没有注音，所以看不懂。所以他还是要念故事，还要念字给小朋友看。他说这样完全不对啊，所以于是他要加上注音。但是他用了那个王汉中注音，然后用上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王汉中注音当时没有处理破音字，对，所以发现说不行，这样子小孩完全教错了，因为小孩就很固执的照着念。然后如果妈妈念不一样的时候，他说妈妈那个上面写的还是对，完蛋，真心书不如无书。于是他就把这功能下掉了。哎，那好想要，因为，前上几个礼拜的时候才遇到说，我小孩因为感冒，然后留在家里，然后老师给作业是要念故事书，我想说那就交给小孩念好了，然后全部看不懂，好吧？那于是就只好把武汉童丢上去，然后升到 iPad 念给小孩看。接下来呢，没错，就发现破一字就念错字了，可恶！对，那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想要有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反"这个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是干嘛用的？这个按钮是干嘛用？有人知道吗？你知道吗？可以用在吗？你知道吗？你不要讲了，这全世界只有你在用这个功能。好，那这个功能呢，是你按下这个按钮之后，你就回到教育部字典，然后查这个字对不对，然后查这个东西有没有 bug。这完全是个 developer feature， 只要大家设计，大家。这边如果是网站开发或是写软体开发，都知道 debug 的功能在 debug 没有啊，不会在这里啊。对，所以它明明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字，说本页面根据教育部国语字典，然后那个开启页面这样，应该长这样的，不是一个在上面，而且它还特别明显。对，anyway，总是会有一些。当你想要改的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不顺眼，说那可以改掉。对，那要改之前，当然就看看说别人怎么设计。比方说，有很多字典，我们看一下。比方说，大家怎么样？英文字典怎么样写猫字典？中文字典就不看，中文字典没什么可以看。对，还有许多奇妙的设计方式，包个框啊，然后还有 Facebook Like 啊。不知道为什么 like k， 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蒙点要加 Facebook like， 不过它存在这样。然后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打星星啊，就是代表说这是比较 popular 的字。然后一样可以念出来啊。然后还有我的 phone，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我的 phone， 就是按下去之后会下载一个我的档案这样。对，
有许多奇妙的 feature， 然后像是像 Osborne 这个很有趣，他这边设计的一二三四，因为 Kate 这个字有四种不同意义。然后有个叫 Yuri Dishonen 也非常贴心，就是讲 Kate， 然后下面就出现一张猫的图，然后上面写说这只猫看起来很像加菲猫。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设计，这样对啊。还有一个叫 Wordlink。Wordlink 就是网站非常非常有趣，然后你找一个字叫 cat 的时候，它给你 definition， 然后 refret， 然后 list 就是给你很多的不同的用法，然后 discuss 是可以留言，然后 see 是可以看到 Twitter 上面大家怎么用这个字，我直接看起来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common，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common 就是 click 啊，或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某某人，你的猫名字叫做这个吗？之类的，就再给聊起来了。对，那根本不重要，但是旁边推的非常好。对，推里面就会出现说，比方说就是我家猫怎么样，我猫掉下去啦之类的，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东西怎么用。比方说，如果我们中文可以说你切割，然后就出现推的上面出现大家怎么用切割啊，然后有什么连声跟切割器啊，可以更了解这个字是怎么用的。对，切割太明显呢，我们就败家啊，还是小猪啊，比方说什么？搜寻败家就出现什么用引发败家的欲望冲动啊，欲冲动是什么东西？我真的给小孩看啊。对，是败家，我没有给他批。我也不是败家仔啊，我是不善于理财。你看这是多么好的语言学习教材。对，原本想等我三只小猪，不过据说三只小猪现在不是成语，太好了。好，对，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找人举出来聊天讨论，然后我说，哎，你们看过 WikiWand 的？那 WikiWand 的这边有人知道这个 service 吗？有的，任何人？哦，两个，哎，太好了，哎，三个，好，我可以问实数了哈。WikiWand 是说，有人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做的事情是把 Wiki 变漂亮，然后变快速，就是把 Wikipedia 变漂亮跟变快速。他做的事情就把 Wikipedia 资料拿过来，然后重新整理。听起来跟蒙迪好像，跟我们干同样一件事情，对。而且他写 browser extension， 所以接下来你只要装这 browser extension 以后，你只要连到 Wikipedia， 然后就跑到他网站去了。对。但是很厉害，就比方说这是 Eiffel Tower， 就会出现，就是你知道明明就是只有从 Wikipedia 拿同样的资料，它就可以变那么漂亮，而且 loading 速度快三倍。Wikipedia 可以多慢的，还要出现，比方说这边有个地图地标 link， 按下去就开 Google Map。然后如果是可以，如果因为有些 Wikipedia 的文章它其实有逐字的语音，然后所以它也会出现可以播放按钮，怎么听起来越来越像萌点了的？对，然后觉得哎，这界面看起来不错啊，那哎找找还有临时政府哎，对，然后看看好像不错，那。哎，不好意思啊，还有下方还有讲到这个字典，那所以看看，哎，太好了，可以参考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就拿出了全新设计。对，讲到全新设计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专门负责画图的那个人。我现在的专门任务是负责说话跟教别人做事情，然后别人事情完成之后，我就跟我说实做完成，这样结束这个回合。对，那所以然后上蒙点其实也不适合设计的太精巧，实际上所有字典软体它都不适合设计的太精巧，比方说像这个就是非常好用，就是大家可以去装好看，但是它设计我想跟精巧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大家所有字典它其实跟设计美观啊，然后你要出现漂亮的布景啊，或是还可以传赖贴图啊之类的，这是完全无关的。对，那我想蒙点目前遇到问题其实是像刚刚讲插槽隐瞒，我们大家从哪里先出现插槽来，然后但是不会让 user 觉得说，像大家以前打开 IE 然后出现八条工序列一样的状况。那这是其中的尝试啊，对，就是把蒙点改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就刚刚说，哎，词典预设词典嘛，也好像据说加上魅族词典，等出现十个词典的时候，我们再想怎么解决词典这种问题。
然后呢，如果你在任何一个页面，然后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分享到 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 的功能，所以保留在上面。然后还有设定，就是像刚刚看到的，就是设定音标显示方式啊，内文，然后也觉得说，因为我们要做注音，就会有内文的音标显示方式。然后当如果你选的是用，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做好。当你这边如果是选了是罗马拼音啊，或者注音啊的，加罗马拼音的时候才会出现拼音有偏好，所以你才不会有多余的设定要设定的。那刚刚摄取跑哪里呢？摄取当然就是说在摄取的地方啊。对，所以当按下摄取但什么都不打的时候，你会出现帮助你摄取的东西，这种东西叫 auto complete。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按下去的时候，所以可以快速搜寻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按下去的时候可以回上一层，进下一层，回上一层，进下一层，这样就算十八层 menu 我也就算了，忍了这样。对，那当你真的搜寻，比方说猫的时候，就会出现猫相关的词这样。以上都是 Macabre， 他们都不真的存在。对，然后这边完全抄袭微信网，就是。当如果你的 logo 按下去，然后也会出现 menu 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奇怪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说每日一词啦，然后什么休息活动啊，什么统治世界按钮啊之类的，或是每日一毛。那我觉得 WikiOne 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启示是说，我们把页面做得越单纯，然后越容易使用。然后现在某点其实我们因为一开始的做法呢，就是把那个摄取的选项放在旁边，然后因此我们接下来的想法都是摄取选项可以干嘛？比方说放放推的 timeline 之类的。对，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东西变得更单纯一点的话，会更清楚。所以其实就因此就可以把看不懂了为什么要放在上面的那个一个笔袋扭下去会开始写字啊之类的方式，就放到该放的位置。这样，对，那边还想了一些，就是在讨论说想了一些事情，比方说像是说。我们蒙点下面都会出现其他语言和英文的文法文，但是我相信用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它是可以 optional 被关起来的，但它我们可以记住它，然后如果你要看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开来，然后还有也讨论说，也许像刚刚看到就是搜寻 kit 出现说这只猫很像江飞，那以事实上在GitHub 的 issue tracking 上面我看到说就有讲说就是不按下去的时候搜寻图片。我按下去的时候，把 Google Search， 然后还有我们也讨论说，哎，事实上，像 Getting Me 局限 API，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抓到图片回来，对，也许我们可以把中文先翻成英文，然后再用英文去找猫的图片出来，这样就高品质的图片。然后像刚刚讲的，就是开启页面，放开启页面的地方，不要放在上面占个空间，这样。桌面转端，那当然就是 mobile 版就比较办理啊。但 mobile 版就是事实上就是原样照搬，然后改成据说很像个 material design 的样子就好了，这样。对，那 material design 在我们做完的时候，它还存在，这实在是个好问题。对，就是Google 有一个叫 material design， 我看到了之后。对 ，Google 有个东西叫 Material Design， 但是 Material Design，Google 自己都没有办法 follow， 所以就是非常的一个担忧这样。不过 Anyway 长得像就好了，对。然后，那我们也可以设定找到书签啊，电话设定之类。对，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打打广告，比方说就可以买 Google AD， 然后放这种东西。对，那免费下载是很重要，但免费使用一万年看起来不错。那 anyway， 虽然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不过一切在加速进行中。对哦，还好修高不在这里，这样我听到他怒气值，看到这段怒气值就挤满了，这样。然后，讲一下，爆料一下说，那蒙面头像就是旁边那个小人啊，是我们家的设计师米奥，然后有一天不小心被水吹一根，然后就画了这个人。然后他说有一天他忽然很怒的说。我明明就不是拿我自己当样本，对，他说我是用我心目中乖乖牌好孩子画的，我就讨厌乖乖牌小孩子，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怨念的，超可怕的，那所以呢，贡献不能什么，OK， 那讲到这里，然后那明天啊 conference 欢迎大家一起来把它补完，事实上有一些养
是可以用的吧？这样身上有最基本的样子可以用的，就找塑料水啊，然后书签啊，奇怪的香蜡光的选单啊，然后这边是个轻量产生器，可恶，你跑掉了，算了，它不重要，跑到右边去吧。就比方说那个，如果你想听马云讲什么话的话，你就可以看看。啊，他跑掉了，可恶 ，F。就是你还想学者可以塞一些马云讲的话塞在里面，对，不想当将军的人不是好士兵之类的。Yeah. OK， 好的。那因为还有三分钟，然后待会儿就是 panel。那但是如果对这个以上的这一大堆设计，奇怪，我记得三天前还没有这些东西啊。的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先，我们可以先 take 一两个问题。三天前的确还没有这些东西，明明就是这两天赶出来的。没办法，被人塞要做新设计的任务啊。OK， 那不然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 panel， 那就请就是另外两位讲者，也就是到前面来。然后我想我就是，有四个麦克风嘛，那我也坐前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大概30分钟时间可以闲聊很多事情这样。所以接下来有大概30分钟的时间，就是说，如果我想就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让大家也一起就是参与这个讨论。那所以就是中间任何时候就是想要发问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就麻烦举手发问，或者是这个三位讲者有什么想要交叉问彼此的事情，也就直接按钮这个说话就可以。那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看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谢谢。各种资讯都是内容不改，那好像刚才也提到说这是一个坚持，就是内容就是没有办法变。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再想看看，因为这个内容不变会变成萌点的发展会像一个小型的康熙字典，你看那个内容就知道他举的例子是都不是怎样，他的内容非常精彩，但是不一定是适合每个阶段的学习者。好，那加上我记得这16万多词条，其实有很，我是没有真的去算过，就是说到底是常用的，就是常就是在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语汇里面，大概是有哪一些？哦，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是不是大家可以思考问题，就是说内容上我们想想，就是我常常在想说那个萌点刚刚那个 logo 那个就是那个少女。配了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字典，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其实他是应该是一位富人，我觉得抱歉没有这个意思。我意思说，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么可爱的图案留一点小萌点或者什么，就是它的现可不可以衍生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就是说，当我们有资料可以这样，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说我们。那第二幕，对，那可能
去，耽误大家点时间，我给他。画面，不错。不是画面。你先回答。我趁这个时间就是呼应一下，因为那个国语五部国语词典，它有各有各的功能。那母体用的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那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它本身是一部历史词典，也就是说，在他们搜集到的所有的词典当中所收的词字词。包括各种写法，其实都会收入进去。那另外一个比较符合那个可爱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词典，可能会是那个国语词典的简编本。20年后的妇人，那可能会是国语词典简编本。那简编本它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给小学生跟中学生来使用啦。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念呢、啊，我看到我们同仁很努力的在推广这个观念，但是不只是一般民众哦，即便是中小学的老师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常常来跟我们说，你们的国语词典为什么有错字啊？为什么两个字都收啊？那事实上就是以前的字典真的两个字都收，我们就只好都收了。已经好了，我等一下再讲。没关系，请继续吧。然后再来就是说内容不变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刚刚讲的政府的保护心态的之外哈，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啦，在政府的思维里面很难想象有居民币这样的一个这么正向，然后能量这么的丰沛，然后又这么厉害的团体出现。那我们过去政府会遇到的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一些阿萨布鲁的人，然后把一些政府的东西，然后拿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就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政府会看到的往往都是比较负面的，那政府在意的也往往都是去防那一个底线，就是防弊，防弊绝对会大于心力，这是我个人对政府运作的了解。所以说，在现在哦，就是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么正向的能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政府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哎，就是你真的做的比人家差啊，那你干嘛不把东西给别人做啊？那可是我后来又想想，政府你有这么多钱，你为什么自己做不出好东西，然后还要人家民间来帮你做这么好的东西？这什么道理啊？那我要顺便呼应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哦。就是说，您跟那个袁明慧在那个讨论过程当中，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很那个，就是政府单位其实真的很有钱，我们真的很有钱，然后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大的权力可以去做，只要执政者，只要权力者他愿意，他在意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钱跟很多的力气资源去做很多，就是需要大量的蚂蚁来做的事情，然后这一些蚂蚁所累积出来的功，其实就应该要让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价值应用。但是这个中间，我们要怎么去 push 政府做这些事？我们要怎么 push 研究单位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个人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办，然后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就补充。对，我就很快接着我刚刚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很像 dictionary， 但是我们有一些就是词汇语上的考量，但这个资料面都是开放的，所以它合并起来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教学应用或是语言上的研究。比方说像我某点，我想我们就不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刚刚提的意思是说，一个字典设计它比方说释义，它的来源跟它的这个这样的词类，甚至有词类，比方说，但像我们做好，我先讲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就是像在这里打。好，你看我们这官方一个打的分析，在我们语言学家的观点，超过100多个词义。那每比方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就是这个到底是有哪些词义，怎么会搞这么复杂？你就看这个也是我们的释义。好，那也包括这个更复杂一点词类，还有这个例句，它这个意思下它怎么被使用的？那这个资料我们都公开，那问题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对释义，就是不同意思的看法啊。比方说，我再回到另外一点，为什么打这有四个？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不同的词形，也就是说，比方说一打千里的打，你不应该跟那些打架打人的打，把它当成是一个同一个词形下的不同的意思，而它可能是为什么？它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或是语音的偶然，使得这两个东西 share 一个 form。好，这是语言学的看法等等。那我就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想要把这个资料去开放去，然后去 merge 到别的资料形式，比方说对于一个大，它到底有哪些讯息，它可以有个精简版的示意，或者一个比较现代但是冗长一点，或者比较 fine grain 的一点示意的版本。那我们还其实还有资料，那个关系资料，比方说大跟什么是处着那个上下位的关系，或者是反义关系，我们有这样的资料，这是教育部这个字典里面没有的，或甚至那个近义关系也是。那现在就问题就来说，我们很想要让大家能够去使用、去扩增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字典库，但是我的问题在这，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去在内容上，比方说，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你可以这个版本的问题，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原初的版本，想要相信教育部的就去用那个版本，那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 merge 在一起的东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可以使得。这个像我们做这个中文数位网，可以去跟那个蒙眼做某个程度的搭配，去使它更强大一点。我相信它的产生的那个应用跟效能是很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提出一点想法。我简单回应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要问著作权法的专家。老实说，我觉得部里面。除去那些长官的想法，在我们处理这些字典同仁的想法，其实我会觉得大家都会很赞成这样的利用。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改作，我觉得当时原就是定著作权法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改作这件事情会拿来做这样的讨论，所以其实反而不是，我觉得重要其实反而不是教育部怎么想，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法条上面有这样的空间。那又回到我刚刚讲，其实即便这样真的有改作的问题，老师说啦，教育部根本不敢怎么样。我补充两件事情，一个是说，其实我们本来有抓简编本的资料，那但是因为其实当初做简编本，简编本已经有一段历史了，然后后来就是 update 的并不是很频繁，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只有五分之一在维护。对，那但是那因为就是重编简编的召集人李显老师跟就是本来的团队，后来他们去编了就是两岸常用词。那然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那个词典他们更快的 update， 然后也都是常用词，所以就会变得跟简编是互相，我们甚至可以说互相竞争的一个情况。那因为简编的就是授权一直没有很确定，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只能可以使用。那就是两岸词典那边他们是直接说让我们 CC 授权，所以我们就用了两岸词典。那用两岸词典之后，因为跟简编重叠的实在太多了。所以简编最后就没有放上蒙典，那当然也是因为插槽已经满了，所以如果再放个两部词典来，那个选单就塞不下了。那但是现在就是布丁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相信之后可以把简编再放回来，就是在那个指日可待的授权解决之后，所以这是简编的部分这样子。有任何朋友想要就是提其他方面的问题吗？喂，你好，那个刚刚那个老师有讲到计算语言学对于这些词典编撰方面的帮助，对不对？那我也认同政府真的很有钱，因为我知道那个教育部还是哪个单位的编的那个词典呢，平均一个字花了好几万块，那一个字花好几万块，有一万十几万个字，就知道总共花了多少钱编这部词典。那其实这个节省经费可以再从计算语言学去节省经费，比如说原本我要写100个人做的事情，那我一台电脑，然后一个 programmer 就会搞定，一小时内可以搞定，那为什么要请100个人，然后每个人花好几个小时？那时间上当然和成本都可以节省很多，但是问题是那个当把这种新的技术导入到政府的时候，很多人会失业。就是原本他们可以用拿很大的计划去做一件看起来很棒的事情，但是变成说那个原本是100个人要做的事情变成一个人要做的时候，可能现有的那些员工他们会排斥这样的做法。然后比如说那个以目前认识的人，有在那个跑到一个政府的单位，然后那个政府单位原本都是那种就是请专家花大笔钱去做事情，然后他进去是希望帮助那个加速这样的过程，变成用电脑去处理很多事情，但是进去以后变成有一种受排挤的感觉，就是他们不希望你帮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他喜欢用 old style 方式来做事情，然后让尽管速度很慢，他可能要花2年完成你一天完成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首先不要叫我老师哦，那个这个场合我觉得听老师很刺耳，我那个同学都叫我阿伯，以前还叫年轻的阿伯，现在连年轻都不叫。好，第二个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先生提的很好，就是说计算语言学的确可以在这个资料文本资料处理上很大帮忙，但是我想有一点哦，也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不要就是也可以让这个公部门人员觉得不要太怕计算技术，就在于说词典这样的东西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文化工作。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写，我们现在在做研究者这样，希望把那个词汇的年纪猜出来，就是这个词大概就是哪一代人在用。我们可以用这个技术去把现有的词去做排序。然后你要学的时候，就是我可以说有一些词比较老的，你可以先，除非你想要很有学问啊，你不用一开始碰那么。那么难的或者那么年纪那么大一点的字，好，那问题是计算的东西，我们如果做计算员就知道，这个涉及一定有评估的问题，你不会百分之百的正确，你也不知道，一定要有特别这样的这样的工作要人去看，其实人的工作反而去转换成去看这个机器跑出来的东西，反而变得更有意义，它不是一个一个要去做苦工，而是要用它的知识跟经验去帮助去修改去判断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是不一定会造成失业或什么，反而让人进化一点，我们人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那个一个字几万块，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耶。因为我们就是以前国语会的时候都还蛮穷的。那我觉得唯一有可能接近这个数字，可能是一体字典吧，因为它牵涉到文献的研究，然后图档的裁切等等，它的每一个字所涵盖的资料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不过那不重要啦，就是重要的是说，其实在词典这边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用新的技术，而是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对于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重视，我觉得我们国家没有语文政策，就是在没有语文政策的情况之下，然后就算连教学现场的老师对语言文字的概念都很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很难做。那我另外也想要呼应那个语料库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这边正好有笔记想要提出来哦，就其实今天大家都会在谈，就是比如说以华语来说，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语料库。可是在闽南语这边呢、就语料库这个概念我也知道，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我也晓得，可是很现实的情况就是闽南语这边真的很缺少，很缺少，很缺乏这一些东西。那过去我们也曾经整理过，就是有专案整理过文献要做字词评等等，但是闽南语的文献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很不平衡，因为它的一些有文字文献的性质都不是那么的日常。那现在的话，此刻当下会使用文字去进行流通的文本范围也比较狭窄，而在口语的语料库上面的发展又觉得十分的有限。那我也一直很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就是哪一个研究单位突然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赶快把整个闽南语词典规划旁体，然后让你们把它都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目前教育部现在的状况，它真的没有办法让闽客词典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突破。我想开药的市场吧，就是我们刚刚讲词典都是文本的东西，那你们在讲语音辨识，我觉得刚刚所提到的闽南语的文本比较少，可是语言很多啊，我想很多政治语言甚至都是刻意用闽南语在讲话，那搞不好立法院很多都是用闽南语在咨询的，那没有这种辨识的能力，你当然就不会有资料，不要说闽南语连国语都没有，连我们的北京话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盲点在这边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提供正确的或者是具有一定容错能力的发音的一个范围，然后让一些 programmer 去做音频上的分析，甚至是前后文的分析，得到真正的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快速累积文本。我想 Siri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这是外国的东西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东西？这个我要自我揭露一下，因为我是 Siri 听的。对，但是确实讲的是没有错，就是说我想中文语言之前其实有很多自然语言相关的研究，而且包含其实最早的中文语言是金声一号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很久以前就是在咨询所这边去做出来的。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说每一次说要做技术转移或者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常常是卡在特定厂商，他觉得说，哎，我这样子用也许可以赚得到钱，像输入法啦，那但是别的用法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欠缺那个开发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 corpus 在学术单位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时间不要去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做技术转移，或者在想的时候也同时去想说，那我们给乡民来一起做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认识更多我们本来不太熟的厂商？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考虑的事情。那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这样，我来做那种项。我知道那个有些 GIS 业界有用过一些针对他们有一种。针对全世界的语言做一个拼音的一些符号，举个例吧，像 SEMPA 这样的东西，那它每个语言都有不同自己的一些 sample， 有些符号告诉你说这个字在这个语言里面该念成什么样的音，它同样一个比如说 A 这个字母在A 这个符号在西班牙语跟在泰语可能念法不太一样，或在日语里面念法不太一样。那我一直说，台湾有没有定义这样子的通用的拼音？我们不再是使用，因为像汉语拼音或也好，或者是这个罗马拼音也好，其实我觉得不够资讯，不够数位化。如果能够有数位化的方法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我想乡民也好，或者是研究单位也好，甚至是产业也好，就可以应用这样的东西去开发出应用，那就可以做出更多的产品出来，甚至就是可以帮忙我们现在所想要讲的这个 study。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现在远在国外，我刚刚说会附身到我身上的那个阿杰，那个就是他有在G零B之前有提过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在立法院，就是国会的那个网站，我们其实有全部的质询的跟那个简报的音频资料，然后因为立院嘛，所以有逐字稿，而且那个逐字稿是当到就是几分几秒，所以我们其实知道他哪一秒钟是在讲哪一个字。然后以及他的 speaker profile，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 acoustic model， 他的那个讲话的那个人是谁，然后建立他的模型。所以那阿杰是非常有兴趣说从这个去建立你刚刚讲的那一个，可能用 IPA 或者用什么比较 neutral 的那个拼音方式，去反过头来说，那你在质询的时候，他正在讲台语吗？他正在讲国语吗？然后怎么样去把它对应过去？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做。然后他们之后好像会有一个 crowdfunding 还是 crowdsourcing 的计划，就是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在 Flying Bee 还是在哪里看到的话，就麻烦这个支持一下，谢谢。学界有这个学界现在正在能够 open 出来的那些部分，那但是政府这边其实刚刚 Liz 提到的其实比较是 motivation 的问题，就是说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如果碰到的都是刚刚那个技术词汇叫什么阿沙布鲁的外面的人的经验的话，我想那个感觉会是就是越来越我可能越少做事越好，然后越做越可能错嘛，所以就其实尽可能不要犯错。那就是说我不知道说就是
就是各位听众或者是其他的讲者，有没有类似的就是比较能够激励公务人员去等于跨出他的 comfort zone， 就是跨出他的舒适圈，然后尽可能的觉得是说像蔡政委他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说那如果公务员来居零 B 的时候，他就算是下班时间，所以他可以用个人身份来提他事实上在公务体系里面在想的案子，就比较不怕出错。那我不知道说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是说我们可以去用类似的这样子的方式去鼓励公务员去试出他们手上正在做的，甚至只是 idea 也好，这样子想听大家的想法。Hello， 我太太是老师，所以其实是我跟公务员呀。然后我是觉得想不想做跟是不是公务员，其实就是是不是因为是个公务人员而不想做事情，我想一定不是这样，而是说有些人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做，或是没有时间做，或是他就觉得他有没有其他的目标嘛？那不可能要求每个上班族下班的时候就忽然怒气爆发，隔天早上上班前忽然做出个什么东西这样。那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是说可以鼓励他们，因为多做什么事情是会有成果的。对，我想其实因为我太太在教书，然后我觉得教育体系的逻辑还蛮清楚的，就是考级的方式嘛，还有学生的反应其实都很清楚。然后现在很多老师不想对学生，因为学生讲的时候都没有反应，但是我想我太太教的都还不错，对，还蛮有趣的。对，那然后所以他就更有意愿要教书，然后就会一直在加班，对啊，就是一直自己加班，然后再准备教材。对，我觉得那其实就是履过嘛。那但是比方说像我们除了写信到教育部信箱说那个一个人可以当五个人好厉害之外，是有什么样的形式的履过是我们可以提供建议或参考？我觉得像刚刚讲就是像说就是蔡委员讲说就是让他们可以来这边不用担心影响到那个企业形象，影响到教育部的企业形象是一件事情，这样。但是事实上，那我干嘛要帮教育部做好企业形象呢？这样，我不太想把东西全部丢出去啊，这样。那是不是有些方法让大家觉得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整个会让整件事情变更好的，倒不是公务员吧？我想，身为那个五个人，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历程，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虽然我不是公务员了，但是我已经算是那个体制。你算五个人。